您看，今天一直在强调赵寻不排除他有改变说法的可能，这一点也提醒了我。什么呀？有些话，林看未必会直说，可能只有我说才合适。赵寻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单纯。嗯，那你说说他有多复杂？除了有幕后黑手操控的可能，我们也不排除有其他的可能性。 也许这报警人就是赵寻，是他设计的这一幕。他举报自己跟有妇之夫通奸，招惹警察深更半夜上门盘查，然后再被带回派出所做体检、做笔录。哼，他图什么？都让全世界都知道假报警、真曝光，向赖公开你和他情人的关系，逼你离婚，最后达到上位的目的。就算是他最后没有达到这个目的。 但是他也可以得到一大笔的经济赔偿，甚至是其他的赔偿。报警电话都不是他打的，那找个人掐好时间替他报警有这么难吗？警察来的时候，他躲到卫生间里边，出来之后比我还要惊慌失措。我是受害者，他也是。谁做戏还不做全套啊？所以你才对他这么深信不疑。如果说这个局…… 是他设计的仙人跳，那么警察和报警人就都是他用完就扔的棋子，你才是这出戏的重点。好了，你说的这些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，事实上绝非如此。那我们就拭目以待，最后看看真相是什么。 瞧，我给你搭配的多漂亮，高贵又不俗气。你穿成这样是为了工作，今天晚上不许掉链子，听见了吗？嗯。赵寻，你敬黄会长一杯。 我向你说明一下，强奸罪的构成要件是采取暴力、胁迫或其他手段违背妇女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，其中其他手段指的是使女性不知反抗、不能反抗、不敢反抗的手段，在女性醉酒、缺乏自主意识的情况下发生关系，即是强奸。 感谢大家的到来。临时召开这个紧急会议，是我觉得有必要就昨天晚上突发状况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释。因此给集团带来的伤害，我在这里向大家郑重的道歉。对私德呀，我们一向不予置评。更何况程老弟有名有钱，人又长得帅。 像我们想犯这种错误啊，都不一定有这个机会。<笑>但负面消息啊，的确影响很大。今天开盘，大成股份就跌了2.8%，关键是趋势还在往下，不排除今天有跌停的可能。股价下跌，确实给集团的利益造成了损害。 在这里，我向大家承诺，今后一定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，杜绝任何品行上的瑕疵。如有再犯，应就此治。我相信今天就是最糟糕的一天，从明天开始，危机公关会全面见效，股价会稳步的回涨。我有这个把握，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。 这是一起针对大成、针对我有计划、有准备的污名化行动。我已经派人着手去调查匿名报警人的身份信息以及幕后的黑手。我相信，只要把他们挖出来，诉诸刑诉，就是我洗脱罪名的时候。请大家相信，股价怎么跌下去，一定怎么涨回来。
这儿停一下，往回拉一点，再往回拉一点，停，放大，放到最大，看到没？手上有阻力，看，回放这10秒。 你再往回拉一点，慢慢放，一帧一帧放。感觉好像在说什么。根据他们的口型，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？把声音调最大。已经是最大了。看不出来他们在说什么。估计因为说话声音太小，监控无法收取到说话内容。 头发挡着也看不清楚嘴型。嗯，确实比较难啊。你用指纹开了门锁之后，他站在门口没有进来，然后双手辅住门框，低头跟你说了几句话，你就把他抱进了门，这你记得吧？对，我记得。他对你说了什么？怎么了？啊？ 什么？我头晕，送我回家。好，他说我脚软，抱我进去，所以我就把他抱进去了。陈董，我觉得有必要再说一次，因为师傅让我接手你这个案子，是本来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，所以我。 李总，是我该死，我真该死，但这事怪不得 David 的。昨天晚上我不舒服，回去以后我就吃安眠药睡了，还破天荒的把手机都给调静音了。早上司机去敲门都没有把我给叫醒，直到我今天早上一醒来，看见全网爆炸。李总，说真的。 我真的是对不起你们。不是说让你们全网删帖删视频吗？怎么我现在还能看见这么多？因为层出不穷啊。这事交给我吧，几小时内全网删净。你觉得是不是有人在网上发帖、控评、带节奏、引导舆论？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。刘亮，我跟你分享一个内幕：这个第三方报警人向媒体爆料的也是他，所以昨天晚上肯定是有幕后黑手在搞成功。我的天哪，水这么深啊！网络是黑手利用的阵地，所以我们在删帖删视频的同时。 也一定要监控，看看有没有网络黑子在操纵舆论的迹象。明白，明白。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调查一件事情：这个报警人他是先向哪家媒体报的料？收到爆料的媒体不会轻易走漏风声的，或许是想掌握独家的资源。这样吧，我通过一些私下的渠道，拐弯抹角帮你查。 查清楚他是用什么方式给媒体通风报信的，如果是电话，查到他的号码就马上给我。好的。这件事情的背后
恐怕已经不是伤及皮毛，而是要你死我活。所以现在你一定要坚定地站在我们这一边，毕竟我们才是利益的共同体。那是毋庸置疑。手机24小时开机。开着呢，开着呢。他按门铃时是几点？0:29。0:29。这个保安叫什么你知道吧？江小宁。江小宁。您好，我是大成国际的保安江小宁，工号40058。你不用紧张，我就了解一些情况。那我可以录像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帽子是正的，很帅。谢谢。录了啊。好。谁呀？你好，请问赵寻在家吗？不在。抱歉打扰了，我知道赵寻在家。您能不能开门让我进屋说几句话？你谁呀？我叫陈某，在大成运营部工作。赵寻刚进公司做管培生的时候，我们是一个部门的同事。叔叔，阿姨，你要干嘛呀？我想看看他。那今天不方便，你改日再来。叔叔，我跟赵寻是朋友，您能不能求求他，让我进去看他一眼？哪怕就看一眼，看完我就走。这是我绿码。进来吧。谢谢叔叔。把鞋关上。你刚才跟我说的啊，除了警方，你不要和任何的人透露，尤其是你送红酒上楼这件事儿，听明白了吗？我明白。还有一件事啊，我想知道一下，董事长和赵助理回来的时候是谁接的他们？杜卫东。杜卫东。是我亲手扶赵助理下车的。他喝得那么醉，需要人扶啊？没有，他说没事儿。我不要扶，没事。哎，我一直跟在他们后面走的，我好像隐隐约约的听到他们几句对话。脚疼啊？没事，何总。你确认你听清楚了？我不确认，我刚才说了，我就是隐约的听见的。昨晚是不是你报的警？你认为是我？1:42，我们通微信，你确认我和他在一起。1:55，警察就来了。不是你是谁？为什么你会怀疑是我报的警？为什么昨晚你会在公司楼下？我跟着你和他一路从会所跟到公司。你在跟踪我？你为什么跟踪我？因为你醉得不省人事。昨晚谢总让我去会所给林总送文件，临走时我就看着你盖着他的衣服睡在沙发上。离开宴会厅的时候并没有走，直到很晚酒宴才结束，看见你们出来。一直跟到公司想干嘛？林看，为什么你对研究赵寻比对寻找幕后黑手的兴趣更大呢？因为我要了解全貌，发现真相，发现每一个对你不利的因素，这些因素也许在事件之内，不在事件之外。
担心你啊。只是担心，还有嫉妒恨吧，所以你报了警。我承认，你跟他上楼后，每分每秒我都想打电话报警的冲动。那你为什么那么晚报警？不早一点，早一个小时，你就是救了我，不是害我。你百分之百确认他跟你发生关系的时候是清醒的吗？哎呀，林肯，就算酒席上他喝醉了，回来路上也是晕晕乎乎的，但是一下车就完全清醒了。实际上，在车上我亲他的时候，他就已经醒了。你确认他跟警察也会这么说？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我没有打电话报警，真的不是我。我收到你微信的时候，是1:50左右。我打了110，可是警察问我要不要报警的时候，我就看见警车来了，停在公司门前，下来2男2女4个便衣，我就什么都没说就把电话挂了。还有，刚才你为什么说，如果早一个小时报警？就是救你，林肯。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没有排除我强迫了他？陈董，定罪不能靠主观感觉，要靠证据。如果刑事认定赵寻处于醉酒状态，那就会认定你是强奸。所以我认为赵寻比故意陷害你的幕后黑手对你的伤害更大。难道你真是被他强奸了？不是，你那天不是到公安局了吗？你怎么跟警察说的？有没有告诉警察你被他强奸？不是，如果你说了，为什么到最后反而他又被排除了嫌疑？他说的是真的。说话！赵寻，你说。他到底有没有欺负你？你说，你想急死我们俩？他把你强奸了，是还是不是？那么说。心不会对我不利的。太太回来了。辛苦啊。还好。来，给我。我来，我来。萱萱，我千娇带着萱萱走，你忙不迭的住回顶楼。我们的这个家就像我们俩的婚姻一样，是个华丽的摆设。萱萱怎么样？今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，她什么都没有说，我也什么没有问，就告诉他我要回燕州办点事情。他怎么说？收到。收到。哎呀，回头我好好陪陪他。你跟他的距离不是一两次沟通就能够解决的，就放这儿吧。我换个衣服，待会儿下面谈。
对不起，心路，我出轨了，我向你道歉。你出轨稀奇吗？只不过这一次搞得人尽皆知罢了。如何危机公关，消除影响，及时止损。下午我召开了全体董事还有高管的会议，在会上我向他们，当然也包括向你，道歉认错，承诺下不为例，如果再犯的话，引咎辞职。明天我会发表一个公开的声明，请求社会公众的原谅还有监督，同时也请你发一个声明，尽快帮我消除负面的影响。你要我声明什么？说我们夫妻情感没有任何的问题，不离不弃，共度难关。对，差不多就是这些。要是我不愿意发表这个声明呢？你不会的，咱们俩利益攸关，我知道在你眼里，集团和我和这个家一样重要。利益攸关，好，我发。好，谢谢你。每次遇到困难、挫折，包括亏对你的时候，你永远都会选择包容我。也不会永远了。总有够了的时候。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，你答应了，我就配合你做好这次的危机公关。什么条件？离婚。离婚？我们怎么可能离婚呢？我们为什么不能离婚呢？难道不离婚不是我们达成的共识吗？是你死活不愿意，你我名下的股份被我分走一半，让你失去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地位，而我选择理解，并始终没有坚持离婚而已。如果你称这一点为共识的话，我不否认捍卫公司最大的话语权是我不离婚的原因，但不是唯一的，还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儿子。而且我们的婚姻形式早就达成共识了，这么多年相安无事，相敬如宾，我们的婚姻没有问题啊。你认为我们的关系是相安无事、相敬如宾吗？自从我们结婚第三年，我发现你出轨，直到现在，我都数不清你出轨多少次了。你数得清吗？你上过轨吗？直到今天，你出轨的消息铺天盖地，股价大跌。你还能称我们的婚姻是相安无事没有问题？可是我们的婚姻不仅是一个家庭，它还承载了一个上市公司。咱们不仅是夫妻，还是一致行动人，是董事长和副董事长。尤其在子公司分拆上市的关键节点，公司的控制权不能发生任何变动，这个时候怎么可以离婚呢？上市前的时间节点不能离，上市之后的时间节点不能离，分拆上市的节点还是不能离，所以我的婚姻跟股市紧紧地捆绑在一起，我就永远没有了离婚的机会。让我们俩牢牢绑在一起的，早就不是我们的夫妻感情了，是商业利益。这也是我们达成的共识啊。是，但是我演够了，
当我今天看到你出轨的新闻铺天盖地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够了。坚不可摧的婚姻关系，你背后恬淡如菊的女人，还有朋友员工眼里的忍者神龟，我演够了，你让我演不下去了。可你一方面宣布不离不弃，另外一方面又宣布离婚，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这不矛盾啊。公开声明是明修栈道，稳定股价，保证 A 股分拆上市顺利推进。离婚是暗度陈仓，谈判协议分割财产至少需要个一年半载。当我们宣布离婚的时候，早已时过境迁，吃瓜群众无非就说一句再也不相信爱情了而已，损害不了你我还有公司的利益。我还以为你回来是配合我危机公关的。不是啊。我知道了，其实你在路上的时候就已经想明白了，用配合危机公关作为离婚的交换条件，对吧？离婚的条件你肯定也想好了，告诉我吧。根据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原则，你名下的28%和我名下的12%，加起来40%的公司股份，依法，我应该获得并持有20%。你需向我转让你名下8%的股份。新路，你在趁火打劫。作为和你一起打拼创业，并推动公司上市的联合创始人，功成身退，身居幕后。回家相夫教子的全职太太，多年来屡次忍受丈夫出轨的受害人，一桩社交婚姻的妻子，7年2600多天的忍气吞声，你认为我没有权利主张你名下8%的股份？如果坚决不同意离婚呢？那我的声明可能就不是不离不弃了，我有可能声明解除你我一致行动人的协议，恢复对我12%股权的行使权，之后也有可能到港股抛售股份，谁知道呢？一旦紧随丈夫的丑闻抛售股票，即使你拖着不离，舆论和股市都会认定我们俩的婚姻形同分裂。到了那个时候，股价暴跌，股票爆仓，到手的分拆上市说不定也鸡飞蛋打了。如果真的有幕后黑手看到这个局面，哎呦，简直不要太开心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到了最后，就算我拿不到属于我的20%，你也未必保得住你的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。你在威胁我？没错。你刚刚不是说了吗？你希望明天以我的名义发表公告，对吧？那就以明天为时间节点，是否同意我的离婚条件，给我回复。最后的决定吗？最后的决定，没有回旋余地。干嘛去？对妻子忏悔的晚上都不肯待在家里，装好丈夫的样子。
离你给我下的最后通牒已经不到24个小时了。这么关键的人生抉择，我不需要自己冷静冷静吗？锦璐，你是不是特别恨我？早就不恨了。恨过。没有了爱，哪来的恨？你我之间只剩生意，这是7年来你教我的。怎么样？昨天晚上睡了有2个小时吧？托您的福，还多睡了1个小时。程总，打死你！哎哎哎！你干？你谁？你谁呀？你这个臭流氓！来这儿！你这个臭流氓！来来来！给我！你谁呀？为什么打我？我是赵寻他爸，你个强奸犯！赶紧的，弄出去！都别动，请他到楼上来。好，押起来。什么？陈总，回来了。你疯！你快！好了好了，散了散了，回去吧回去吧，走回去上班，走吧走吧，看什么热闹，回去回去回去吧。林律，李总，刚才大堂那段监控视频我已经让监控室保存下来了，如果你要启动法律程序随时可以调用。好。程董呢？程董他没事吧？他在哪儿？他爸爸呢？李总，李总，赵先生您好，我是大成集团的副总李怡。成功呢？程董他一会儿就过来，我们到那边坐吧。您请坐，你们先下去吧。喝点水。您来的正好，我们有必要开诚布公的好好谈一谈。赵先生，这位是我们集团的法律顾问林看，林律师。您好。赵先生，我想问你，你为什么要用恶毒的语言、暴力的手段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呢？我还冤枉你了？警方已经解除了我的嫌疑，你居然大庭广众之下袭击我，我可以告你侮辱、诽谤、故意伤害。你告我？
我还没告你呢，你告我？你告的话也是赵寻，而不是你。赵寻都没有告我，你凭什么一口咬定我侵害了他？我凭什么？我这个平房女儿那么说？他说了吗？说了。我不相信，他不会说的。不是，你以为被强奸是个什么光彩的事儿啊？啊！我把这帽子抢过来扣在我女儿的头上，我到这来索赔，来换取好处啊？赵先生，你先冷静一下，坐下来，我们好好聊。我们好好的把事情说清楚。您先坐一下。赵先生，我不相信赵寻会那么说，除非我亲耳听到，请你把他的原话复述一遍，他是在什么情绪下说的？我要提醒你啊，你一定要确保真实，因为这事关赵寻的诚信，还有我个人的名誉。你要保证你说的话每一句都是真实的。赵先生，他是怎么说的？是你们逼他，他顺着你们的话说的，对吗？是不是他挨不过你们的逼问，所以就选了一个有利于自己的说法？不是，我问他是不是强奸，他点头了，清清楚楚的点头。他点头了。对。他说什么了？我明白了，除了点头，他什么都没说，对吗？赵先生，就单凭一个点头，这就是你认定强奸的证据吗？因为你们有权有势，他在公安局都不敢承认他被欺负了。我知道，他心里有委屈，他张不开嘴，他点头就是承认了，就是他说不出口的真心话。但是法律是公平的，讲究的是事实和证据。如果你再这样继续造谣和诽谤的话，我们是可以起诉你的。赵先生，我相信你今天来，绝不只是为了打我一顿解解气。说吧，你有什么要求，或者说你要达到什么目的？我就是为我女儿讨说法。那什么说法呢？是经济补偿？你以为我到这儿干什么呀？啊，敲诈勒索！周公，我告诉你，我到这儿来就是要讨个说法。你跟我女儿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前天晚上你对她到底做了些什么？三个月前，我把你女儿从管培生升职为我的助理。坦白地说，我喜欢他。我确认他也喜欢我。你不是有老婆吗？是，我对他感情有违道德。这个错在我，不在他。在这里，我要向您还有赵寻的母亲道声歉。明天我会发一个公开的声明，接受社会各界对我的指责，该承担的承担，该认错的认错。我跟你的女儿都是受害者，隐私被曝光，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，压力非常大。在这里我可以向你保证两点。第一呢，我会动用一切手段保护赵寻的隐私，将对他对你们家的伤害降到最低。第二呢，安排好赵寻的工作和生活，波及到你们家还有赵寻的负面影响，我负责来消除，该我负的责任我一定会负责到底。关于赵寻的工作安排，你们家的生活安排，你有兴趣听的话，我们随时可以交流。你在收买我？我没有违法，何谈收买啊？你可以视为一种补偿。我想了一下，你有三个选择：第一，接受我的诚意；第二，拒绝我；第三，如果赵寻亲口确认我伤害了他，
我不会阻止他报警。如果最后法庭判定我有罪，我一定会认罪伏法。这就是我的说法。赵先生，不知道我的这番诚意，我的说法能否打消你的顾虑，回到我们一起妥善解决这个事情的起点上来。我得回去，我再跟我女儿谈谈。当然了，你们回去好好商量商量，不用急于表态，是否接受由你们决定。时间。